今天的教学有双语字幕功能哦，大家记得打开看哦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Bcross TV。今天的分享如何制作吸引人的 YouTube 频道图片。好的 Channel App 频道图片都是 Top YouTuber 下心思的秘诀之一，它可以让你的频道给观众留下好感，提升印象，让观众回来看你的 Channel， 变成你的粉丝，甚至宣传生意找到你的联络等等好处啊。也不用很厉害， Photoshop、Adobe 设计软件或者很有头脑才可以办到。今天来马上公开这些秘诀啦。秘诀一，全部尺寸通用的模板尺寸。大家来看 YouTube 都是用手机或电脑居多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，像是这个中央数是手机界面，在这个的范围大一点点的是它电脑平面，利用这个范围内做可以避免走心或踩走你的设计啦。秘诀二，用 Channel Art Maker 简化制作。在 Google 打 YouTube Channel Art Maker， 推荐这个 folder 网站里面的模板都很精美，不止这样，你还可以自己放自己的照片做背景，非常方便哦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分享你的意见，需要我们帮忙的记得留言，我们喜欢赶快订阅 Bcross TV 哦。大家也可以来看看其他的设计教学与分享 video 哦。